老师，是几点来的？5点。5点啊？怎么会这么早想来这里？因为他说6点到啊，然后我怕他提早到，然后我就5点来。你昨晚有去听演唱会吗？有。哦，这样子，你有没有回去？有没有睡觉？睡不着。为什么？因为想说我怕睡过头啊，然后就5点来。
就干脆一直都没睡。嗯、对、嗯，就想来送他们一程。对，哦，这样等要等多久也不晓得。不知道，因为今天昨天有警察说是六点，可是现在已经六点多还没开始。嗯、哦，所以你五点钟就来了。对，一个晚上都没睡。嗯，对啊，太紧张。你们是住高雄吗？对啊。对啊。那、啊、今天几点来的？刚刚。刚刚大概几点？六点。六点就快六点。六点啊。啊，昨天晚上有去听演唱会吗？有啊，有啊。嗯，那、啊、昨天晚上这样回去有没有睡觉？没有啊，没有，爽到睡不着，就是怕睡过头，是不是？对。哦，那、啊、你觉得他们这次来台湾，你们感觉怎么样？很兴奋呢、啊。嗯。所以昨天晚上都没睡觉。没什么睡。就是为了要送他们回韩国。对。對看左边那个真的很亮，哇，看不到。哎、欸，这是 Lisa 吗 ？Lisa 好像是。Lisa 吗？Jenny。是吗？是 Jenny 吗 ？Jenny 啊 ，Jenny 啊 ，Jenny。Jenny，Jenny。Jenny。Jenny 欢迎。Thank you.
这样，哦，走走走。